看到自己的画像，总统赖清德笑得很开心。这是上个月访视彰化养护中心，国民党籍县长王惠美全程陪同，更当面向总统要预算。那目前我们还有几个地方经费中央还没有核准下来，再拜托我们总统再来给我们协助。每年的经费，那已经变好啊，爱立委爱动爱动伊才会使呢。啊，若有过吼，他对咱王美惠馆长咧要求的，迄较有可能落实啦。这番话恐怕也是说给在场彰化立委谢依凤听。总统先打预防针，似乎早料到在野党会出招，只是县长这边开口讨钱，立院蓝白却联手挡总预算，不晓得首长们作何感想？不仅是打了自己执政县市首长的脸，更是无视基层人民的生活需求。中央补助到不了位，受害的恐怕是地方县市，像是台中市神冈区国小中央厨房计划，影响3700名师生。他也协助帮我们争取部分经费从中央下来，他是退回重议，不是删除预算，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事情。就连资源最丰富的双北，2025年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，中央也有补助，蓝白立院卡总预算，间接影响明年世壮运进行。台湾是民主法治的社会，所以中央政府也必须要聆听民众的心声。既定的一个延续性的预算是不受影响的，那新兴的计划我们也会做适度的一个调整。以新北市为例，2025年预算2096亿，中央补助高达603亿，占30%。若中央预算卡关，新兴计划拿不到补助，侯友宜坦言会受影响。蓝营一边讨钱，一边却挡总预算，大玩两面手法。三立新闻张文祥由播台北采访报道。